馋不馋？馋这口好久了。你们怎么都戴手套呀？老公喂我吃鸡爪啊。有男人的女人不需要戴手套的。老公给要他手上那个，来吧，我也想喂喂。对象呢？要喂喂的鸡爪，要喂喂的鸡爪，喂我。你舔我手套干啥？真是啊！我也觉得。给我试试看香槟。嗯。给我试试香槟。好吃。嗯。这有心。果然香。嗯。大不了。嗯，算了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